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七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关心两国疫情哦，昨增加两例本土病例，有四例带病入境，无人死亡。最近三个胃疾病中间技师已经有注两剂疫苗，也嘛是个胃疾病，个为何伊后生哦？有人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因为指挥中心取消机组人员定期抗体检测，造成防疫空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七五国内增加六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是两例本土、四例境外。其中两例本土是新北市四十外岁男性加三十外岁女性，是大作伙家人。一六一二八例是九月初一出现少发烧、头痛、会忝的症状。初四就医采检确诊。一六一二九八月二七到三十期间出现少食无味等，因为一六一二八检验阳性，由卫生单位安排隔离采检确诊。卫生单位已框列这两人的接触者有50人列为居家隔离，另外有49人的风险待评估后再行框列。事实上，为了确保国内制作员的疫苗保护力，指挥中心进行针对注过完整疫苗的制作员进行每三个月一摆抽血检查制作员体内抗体浓度。不过最近却取消，也和外界质疑政治三位中型技术出现突发性感染，甲这有关系。第一次的筛检以后，在我们的几千位的技师机组员里面，其实只看到了7位同仁是不会产生这个抗体的状况。在这些机组员在什么时候需要追加第三剂的疫苗的施打，已经不是在每三个月去验他的抗体，那个部分已经不是真的有那么实质的意义，而是在后续我们的处理以及后续的对这些机组员到底应该是要怎么样的检疫模式才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在国内头一批 BNT 到会了后，指挥中心表示将优先予12至17岁学生做群组。不过有家长就烦恼，国中生即马拄好买做 HPV 疫苗，那计时间是哇，敢会有影响？ COVID-19 跟其他疫苗就至少要间隔7天以上，预定23号这一周开始打，高中生打完之后再来国中生，所以应该是说国中跟这个他的 HPV 疫苗至少会有差2个礼拜以上了。各个德尔塔病毒都流行了后，才已经开始做第二、第三剂疫苗。前疾管署长苏耀仁的积极台湾，也咧从第一剂的注射率已经为是破千多，应该两早给老大人做完第二剂。对此，陈时中讲，当然希望全民拢会当赶紧做，当第一剂做到一定的目标程度，会予第二剂也赶紧做。也毋过，这拢爱看疫苗的进货量。记者综合报道。早先增加的两例本土病例，拢伫新北市，是一对翁仔某。其中胃疾病太太是幼儿园的老师，目前计共是52个接触者，已经隔离检疫，幼儿园嘛停课14天。新北市初五增加两例本土个案，拢伫土城，是一对翁某属于家庭感染。先生伫初四确诊了后，太太初五再去 PCR 阳性确诊。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所以一早我们就开始扩大框列，扩大采检，所以接触的有68人，以及居家隔离有55人。因为确诊的太太是幼儿园老师，先把扩大扩列幼儿园42个囡仔加10个教职员，总共52人。幼儿园为初时开始停课到十七，停课14天。先把且公布甲确诊中型技师接触的36个先把居住者甲确诊学生共校的28个先把学生，皮下拢是阴性，也因为有110万人受到细胞感染，其体检人数增加。同市长郑文灿去采检站视察。桃园11间的接诊病院甲两个社区采检站运作拢真顺利。我们采检能量是够的，一天采检到8000人都没有问题。在集中检疫所的这个居隔的所有的这个学生跟家人，还有相关的接触的民众，那么300多位，那么全数的结果都是 PCR 阴性。中央也针对1300个技术员做 PCR 采检，台湾曾经与中央考虑对技术员做第三剂疫苗。针对这摆中央技术做两剂疫苗了后，还佫遭到突破性感染。有医师认为，以英国佮以色列拢是第二剂做完6个月了后才做第三剂，到底要隔偌久才做第三剂，有缘爱佫评估，才袂影响到免疫系统。那台湾的一个技师大部分在5到6月左右完成2剂注射。
所以在短短两个月内再做一次追加注射，其实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也许保护力不但不能够有效维持长时间的一个高浓度存在之外，更可能造成免疫系统的损伤。医生表示，疫苗延降剂死亡甲重症的比例，暗过未当解决感染的情形。除了做好边境防疫以外，做疫苗加挂随安做好防疫，才延降剂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波兰送来的四十万剂 A Z 疫苗送来台湾哦，下晡又搁有咱家己买的四十一万剂 A Z 疫苗马上到位，计共有八十一万剂。指挥中心是表示讲，这两批按算要予准备要注第二剂 A Z 的民众来注。今日透早六点十六分，波兰政府管的四十万剂 A Z 疫苗到桃园机场执勤人员将放伫货车疫苗卸落了后，送去指定病毒物流中心放，等待检验红签。总统川普伫面前感谢民主友邦共同抗疫，强调波兰是自立陶宛、斯洛伐克甲捷克了后，第一宣布捐台湾疫苗的欧盟成员国。行政长苏贞昌强调，去年台湾捐予波兰100万片催安剂物资，这是善的循环，朋友之间互相帮衬。我们关心波兰，现在善的循环，波兰知道我们需要疫苗。他捐赠40万剂 A G 给台湾，这可以看出朋友之间互相帮忙，也看出世界各国越来越关心台湾。除了波兰捐的40万剂 A G 疫苗以外，台湾透过 COVAX 的第三批 A G 疫苗42.0万剂，也在七月下晡到台湾。9月13号以后满这个10周以上的啊，那。都可以纳进去了，那还是主要以长者为主调啦，就是75岁以上的。指挥中心表示，这批疫苗是台湾透过 COVAX 476万剂 A Z 疫苗的其中一部分。4月7日是第一批到货19.92万剂，第二批5月19日41.04万剂，9月7日这批42.04万剂，目前有102万剂到货。到台湾的 A Z 疫苗。检验红签作业了后，会提供给大家来做。这批后期到今年11月30日，记者综合报道。刷来关心天气哦，已经秋天了，又唔过天气嘛是个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吹东风，会有两波较高的水气，东部个东南部个恒春半岛有阵雨，也是雷公雨，雨毛可能会落了真大哦。除了东部、东南部其他所在，大部分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过到西半部地区，阁有东北部的山区有雷公雨；中南部阁有各地山区部分所在埋落大雨。伫温度方面哦，今仔各地温度大约是32度到34度，尤其是桃园、南投、甲花莲地区，部分所在会出现36度的高温哦。明仔载到拜四，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嘛是晴云好天的天气。过到雷公雨会落伫山区阁中南部较靠山区的所在。另外，目前在菲律賓東方有一個低壓帶，有機會發展成做風台往西北移動，在拜五到拜六禮拜會來到台灣的附近，到時候水氣會比較多，各地也有可能會落雨。我們再來看高雄基山老街，有一間金馬店的窗子門口，有一粒很大粒的虎頭螃蟹，來來去去經過的人都很怕嚇。也不过店头家哦，是用尊重性命的理由，三界拒绝农业局保旁队要来处理。里长出面协调哦，这头家才总算答应讲要甲螃蟹处理掉。礼拜日高雄基山老街游客不少，打也真多。啊，不过这在银楼边的店家算是心惊惊，因为厝边一头窗啊出现篮球大细虎头螃蟹，虎头螃蟹来飞去，打店内卖衫拢看得到。还有骑车经过，然后就风，然后附着在他衣服上，啊，他害怕，啊，稍微这样拨一下就把它遮下去了。一定会紧张，因为带小孩出来，对啊，所以就怕。地方有要求爱办螃蟹，却传出农业局委托的掠螃队三摆上门，却拢被拒绝。屋主不同意的时候，我们无法拆除。那经过这几天的协商之后，屋主也同意让我们前往拆除。因为它是生命啊，你觉得我有把它拍下来耶？它那个里面的那个草里面在动作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生命很可贵。
人老食者表示，好头棒会食海棠对身体有帮助，因为尊重生命，认为研究机构对离开者拒绝。不过经过李长协调之下，同意配合，不过强调外界怀疑好头棒是导致的，这是不实在代志。做事的好头棒根据了解是常常看到的黄腰好头棒，个性较温和，未主动攻击人。不过人若去定着，依然会出现红肿、烧疼现象，严重时阵可能会昏迷死亡。记者综合报道。稍关注，别来看今天的报纸新闻哦。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即卖人哦，正慢结婚，囡仔嘛生了较少，佮加上高龄化影响，家庭的形态冇变化。虽然目前哦，主要嘛是父母佮阿伯结婚的囡仔大做伙，也唔过哦，佮十外当前比起来，已经减少20万1000户了。最近哦，一人一户增加上济，十年来已经增加45万5000户了。再来看《中国时报》。每年的国防预算书中哦，国军人员军官是有36232个人，士官有89702人，士兵是有44127人。我计是这个讲士官是比士兵加一倍哇，这款的比例哦，应该得爱检讨。再来看联合报，刑事局统计讲最近5冬哦，逐冬拢有100多件商务电子邮件的诈骗案件。一档受骗的金额是超过2亿，今年上半年哦，就发生有一件将近2亿的诈骗案。警方表示，这应该是在疫情期间哦，在处理办公、员工使用的个人电脑执行安全的防护，甲网络的安全性较歹，员工的电子邮件都常常受到利用。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调查局拨出史上头一站侦查笔录去防偷摕去的案件。有一位政治献金案的证人哦，利用服药单的时阵，把笔录甲相关的资料影印拢偷摕走。这案哦，嘛是这个政治献金案的公诉者哦通报调查局才发现。调查局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进行调查一件立委政治献金案，不过证人在约谈的时阵，探到调查人员无注意的时阵，是甲笔录啊个提示的资料影本来偷走，然后是甲去予调查的这立委来讲，立委是向调查局来关心这案情了后，调查局发现资料外流。调查局即马对此是发出新闻稿，表示已经要求证人甲资料交返去，对着后续调查未有影响，并且嘛依法来追究。刑事的责任。另外，现场调查官的行为威胁的部分，调查局警方室已经依照宽节在调查当中。调查局也强调，一切是依法的调查，并无高站接到民意代表关心的事件。南基站并将依法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至于同仁为师部分，本局政风室已依权责进行调查中。不过，近日才发生调查局人员偷卖毒品的案件，即马发生着笔录去偷走的事件，我今日只是讲这老师可能生气，有法界者是认为讲这偷卖毒品是长期犯罪行为，甲即个证人偷走笔录的即时消息是无同款。等到即个事件是反映出这调查官因的业务上济状况，侦讯室里面他又要面对当事人，他又要处理事情。我觉得在整体的人力的安排调配上面而言，调查局可能在这个部分要重新的做审视跟检讨，不要让人家觉得说调查局都在做保防、做情责，是要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司法调查者的角色。或者是希望调查局甲主管强化伫咧事发案件调查，减少人员业务伤济，等到发生着疏失的机会。记者张志雄、平浩洲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哦，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1000万例了，死亡人数超过45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计共增加6例，目前是16019例哦。中国有95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有157万多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古巴西哦。美国已经超过4000万例。印度也超过3200万例，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在欧洲那边，英国有697万例，法国也已经有691万多例了。我们来看塔利班在8月初八宣布说已经成功占领阿富汗最后一个反对势力庞吉下，也在首都的庆祝，也不过反恐军是出面说这是假消息。另外昨天在喀布尔有几十个胡人人上街头抗议，也不过塔利班是使用催泪加速跟电击枪来驱离民众。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跌落，这是政府兵将数十名上街要求两项兵权，捍卫工作权的俘虏在游行途中，和塔利班部队以催泪弹赶走，真侪人砸甲一直扫不停，因个油管无愿意提，大量警署也对外控诉塔利班各种暴力的宗教活动。حکومت پیشین کار میکردم ما با جمعی از همکاران ما یک جا با راه اندازی رفته بودیم با دروازه اداری امور قبلا که اونجا بریم پیش از اینکه همکاران با هم جمع شوند با هم منسجم بودیم تیت و پاشان شدن طالبان با دنده برقی خانوما را برق میدادن گاز اشکاور زدن با二十年后，重新过来的塔利班想要打造温和形象，表示女性将会当按照伊斯兰律法保有教育和工作权。不过，实际情况依然无乐观，首都连续两天拢有妇女惊上街了。抗争标语写着“无女权，塔利班都无合法性”。塔利班星期三讲已经攻下反对势力最后的据点。旁吉下省全面掌控阿富汗，相关巴梅亚对抗病情紧急，在喀布尔至少造成十七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推文谴责，呼吁成员唔通安尼做，以免伤及无辜的百姓。不过，旁吉下省实际情况依然无明朗。反抗军领袖小马苏德甲前副总统沙雷拢否认沦陷的讲法。沙雷还出现巴特敌人释放家己已经逃亡的假消息，表示目前面临巴基斯坦支持的盖达恐怖组织和塔利班双面攻击，但不过部队拢无惊，尤还是正夜面，双方各人讲各人的。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密利估计，局势有可能变作是内战，塔利班敢会当巩固权力、稳定统治，也是真歹讲。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昨昏公布新增加4000多种伫要绝种的动物甲食物咯，目前已经有13万多种有可能会断种的物种，亲像科莫多大型的斗丁、鲨鱼、个红啊鱼，这拢有可能会永远消失。也毋过，亲像乌暗鲳哦，因为保育了袂歹，数量等得有增加。日本就对鱼市场拍卖乌暗鲳的情况反映民众对伊的喜爱，也成为一个可以登记名列国际自然保育联盟 IUCN 的珍贵暗鲳属。暗鲳今年更新版名单当中，市场商业也详细乌暗鲳伫针对投资十年永续保护措施了后，逐渐有回升的现象。太平乌暗鲳为奇龟，维修等级降价低龟。大西洋北方黑暗鲳各位濒危的 EN 连降三级，达到保护 LC 等级。暗个依然爱采取永续渔业手段，才能长久保持。Because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tuna fisheries, so that really is exciting news. It shows that for marine species, if we really are work hard and work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s, work with the fisheries industries.We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harvesting.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指出，失去生态地、过度开发和非法捕鱼，加上气候变迁，都是野生动物直接威胁。红皮书所评估138,377个物种当中，有28%，也就是38,000多鱼，已经面临为野外灭绝的高风险。世界体型上大的四脚蛇科莫多巨蜥，因为大一年小断地。群岛面临海平面升高，未来45年来生态地减30%，被列入濒危 EN 等级。红皮书顶端1200种鲨鱼甲红鱼有37%面临灭绝危险，也过16%两栖类、12%鸟类族群有这个问题。There are a lot of trees that came onto the red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Fungi, lots of new additions to the red list. So.Close to 4,000 species were added to the red lis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最新版濒危物种红皮书是伫法国马赛全国保育大会顶端公开，四年一摆会议因疫情延一年才举行。高刚议程要讨论挽救生物、生态系甲阻止全球暖化这议题。法国总统马克宏发表开幕演讲，好莱坞名车哈里逊福特也出席响应相关。公司新闻系会长辩解。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德国目前有60%人口已经注射两剂预防针了，也毋过过去一个月进度煞慢落来，所以疫苗的量是真充足，也毋过部分民众无相信疫苗，嘛认为讲哦，家己袂去为着病无要做。专家嘛警告哦，因为注射率无高，秋天的防疫措施有可能会更升级。
我们来看塔利班在上个月拿到阿富汗的政权，隔壁国家巴基斯坦的安全部队攻击事件也越来越多哦。巴基斯坦的官员在初五是表示说，虽然没发生一件自杀炸弹的攻击，至少造成三个军人死亡。再来看中国昨午出动19架军机飞来咱国的西南空域，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海格提昨在网络发文警告说，阿富汗沦陷了后哦，中共和其他敌人会一直来试探美国保护友邦的决心哦，所以建议拜登政府应该提出强硬的办法来阻止外来的势力。再来看，今中研技术的疫情会愈传愈严重，各管区发现有感染风险的机组人员和家属，就是送去集中检疫所隔离哦。也不过所传出说，红二巴士在接送的过程，因为车顶无便所，就发着阻碍，根本是无顾着人权。指挥官陈时中昨嘛回应表示说，只是因为讲惊车停伤过远哦，有人会挡袂牢，这嘛是不得已的方法。应当前技术突破性的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扩大抗疫名单，阁采取预防性集中检疫措施。因过各县市安排防疫巴士接送过程，传出真侪证据，像空调不足，也是防疫巴士无便所，即发转流无，无归回去便所方案，会感觉很无助。消防员、工作宽裕邱进辉、甲汤恒奇、康复员即个工会，联合提出真侪建议，包括中央应该量查统一，订定防疫巴士运输指引，改善通风甲空调，应该做有便所的游览车做防疫巴士，跟牛血压加费用，确保防灾人的运输安全。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在一个人对人一个人来说是某种羞辱，因为第一个是很多游览车上面都会有厕所，因为现在我们在征用的防疫巴士都是公车巴士，它没有厕所这个东西。那第二个事情是，你其实就是把流动厕所调到休息站去，或者调到某个集合点让他们上厕所就可以了。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表示，无规定运输过程中袂当去便所，发抓流波只是防万一。这些是预防说，万一你塞车的时候，那路途又遥远，那没有休息站，那都是一些不得已的方法，以防万一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来使用的，并不是规定一定要这样子用。但是中也强调，地处检疫地点以合适地来做安排，由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派车接送，会要求尽量做好车顶的通风、甲人员的社交距离等等的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内本土病例数，昨个本土病例是增加2例，咱台湾本土病例数计共有14532例。那么来看各县市目前未得病例人数，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有新北市6890例哦，台北市有4857例，超过200例有桃园的794例。苗栗的549例哦，基隆316例，彰化是274例，台中有207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佮加上境外病例哦，计共有16019例。本土病例数的部分是14532例，这是疾管署上新的统计。咱来看，因为中英节确诊的技术要去高雄，所以高雄这些所在拢会大消毒。另外，高雄伫昨午嘛抓到有人涉及拍麻雀，相当一个人涉当罚伊75000元。经过那个店家二楼来看，发现处处还佫有一桌已经摆好煞无人咧耍的麻雀，处处的眼神是真奇怪。警方就直接为处顶去找。四骹，佫减一骹，佫一骹的，叫出来。哦，等下你有代志哦，不接。不知道啊。来个厝顶，一切出着美丽的民众。疫情伫个立即的警戒期间，高雄禁止毋是住做伙的人无必要的社交聚会，袂当拍麻雀。尤其最近全台疫情拢因为技师染疫，一度来紧张。高雄嘛50多岁的技师，按16119的主旨，似乎针对伊经过的所在全面来清消，说也是有人违规来群聚。麻将桌上还留有未打完的麻将牌。现场没有发现赌资，也没有发现赌博的民众。警方现场发现，包括出租在内两个查甫、三个查某，虽然拢有挂嘴安，不过无配合着防疫的规范，拢总爱开单，估计总金额上悬会当罚到75000元。记者王刘婷、柯正准给报道。
有国外研究是发现讲，空气污染甲武汉肺炎的死亡率是有牵连哦。所以，张市长气候高峰会有环保团体的要求，行政各立法机关哦，爱看重空气污染的问题。第二代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哦，来提出咱家己台湾版的气候法案。台湾这几年靠环保意识、空污问题，大家拢正关心。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举办气候立法高峰会，台大公卫学院教授张中权公布国外详细研究发现，空污跟新冠肺炎死亡率有关系。那在美国、在意大利就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呢，原来空气污染比较不好的地方呢，当那个地方流行的这个新冠肺炎，又死亡率比较高。国际上现在的共识就是说，起码在发电一定要赶快做到零碳发电。环保团体认为，今年年底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要在英国举行，政府应该比较重要提前部署，积极定出专属的气候法案，跟世界分享台湾经验。是不是 COP26 之前已经立下台湾的气候法案？如果哪人顶了了，台湾就变成后来居上，你全世界可能让你变成20个国家进有修气候法案。行政院在8月30日宣誓支持2050年净零碳排一块，按过英国2035年减碳78%，德国2040年减碳88%这目标。民间团体认为政府应该减短时间，各定出既定目标，环保署承诺会制定碳定价法规。整个气候治理的部分也是希望说能够入法，就是说以后是不是说只有一个目标在这边，你还有那些管制的作为，还有一些这个碳定价，因为碳定价是未来大概整个一个积极面对的东西。台湾风险也正做全球焦点，环保团体希望政府也能在环保议题顶端提出台湾版的气候法案。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早起去视察嘉义太保的科学园区，已定地哦，嘛宣布讲要设嘉义科学园区。另外，苏贞昌嘛去嘉义市的肉品市场，嘛答应讲要拨经费来改善市场的设施。咱伫遮宣布，咱嘉义科学园区落脚在太保。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科学园区的消息。嘉义县长甲地方民意代表拢站起来拍波啊！这个占地88公顷的园区，按算会提供大概5700个工作机会，一年380亿的产值。未来大概有3个发展内容，一个是智慧农业，那精准健康，还有智慧载具。那这三项啊，拢是未来这个科技那发展的未来性的产业。嘉义县的行程结束，苏贞昌阁来到嘉义市，宣布替肉品市场的相关设备来升级，建立有 HACCP 认证的现代化底座，只要经过中央协定经费，按算3年来完工启用。院长来了，让我们整个肉品市场它的整个现代化设备的提升，目前呢，虽然先核定了1.6亿，但是就像院长所承诺的，后续完整的希望一次到位。苏贞昌这个月连续来嘉义宣布几落项重大的建设，伊表示，不管是产业提升，也是食品安全，拢希望会当替嘉义在台湾创造更加侪竞争优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香蕉，唔那是水果哦，嘛是世界上真侪国家民众的主要粮食，品种是有800多款。咱台湾的屏东有一间香蕉研究所，保存全世界的香蕉品种哦。唔那有这香蕉，佮有提供欣赏会开花开甲真水的香蕉花哦。目前嘛已经有收集230多种的种源咯。香蕉是咱台湾人日常生活当中真好买到，佮好食水果。不过除了市面上常看到的白蕉、白蕉甲粉蕉等等，你阁有看过倒几款？伫屏东九如有一间香蕉研究室，除了注心改良香蕉，栽培更加适合种伫台湾的品种，嘛用心咧保存全世界的品种，目前已经收集230个种源。那香蕉研究所这几年除了我们在发展这个华蕉的品种之外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些多元而且很特别的，像这个蓝雨蕉啦，还有合掌蕉，以及我们在东南亚流行的这个主食蕉，好像萨巴这些品种呢，陆续推出在国内种植。其实香蕉唔干那亲像咱台湾会当做水果食，未少非洲甲东南亚等等的国家，香蕉是因主要的粮食。香
金蕉研究室嘛正咧推测伫台湾，种迄挂适合摕来煮食金蕉。毋那安尼，有一挂品种的金蕉是袂用伫食的。毋过即款金蕉的花通常会开甲特别水，色水济，形体嘛无同。所以金蕉研究室毛一块园区，专门咧培养即款摕来观赏的金蕉花。是佛教的圣花地涌金莲，又称千瓣莲花。目前呢，我们大概植株种植一年之后呢，它会开花，花期长达240天。所以这个是我们观赏蕉里面呢最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金蕉在台湾真普遍，虽然可能无感觉到伊的珍贵，不过金蕉是全球第四大作物，是几落亿人主要的粮食。所以金蕉研究室嘛，加入比利时的保种中心。除了保存金蕉的品种，也希望找到对抗金蕉黄朽病的方式，帮助更加侪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即马当时间的戏叫《斯卡罗》，内底有将真侪场景哦，拢是伫屏东去的。屏东的总图书馆的四楼，最近就展出《斯卡罗》的戏剧影像展哦，一直要展到10月24日。有只精彩的影像记录，搁有戏内底的道具，伫展览中嘛拢看会到。斯卡罗公司出的戏剧《斯卡鲁》一放上，就引起讨论。尤其内底山水绝景，予人赞叹。不过你敢知影，内底多数的场景是伫屏东所翕的。即马屏东县府也和电影公司合作，伫屏东总图书馆的四楼举办《斯卡鲁》的展览，展出戏内精彩的相片，佮一挂戏剧内底的道具。是我们精挑细选了大概58张的剧照，然后还有演员的戏服跟。戏里面像是李先德他饰演的将军，但他又为了要找寻部落，所以他有一些制图工具啊，还有一些像是探险家的一些配件，对，我们都会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来作为展出。斯卡鲁是对陈耀昌所写的长篇小说《咖喱花》所改编的。故事在讲1867年在恒春半岛发生的 Rover 核事件，其中牵涉复杂的种族关系。现在这段过去没受重视的历史，通搬做戏剧是真有意义。尤其展览在事发地点的屏东来举办，真适合哪看展览哪怀想历史。那这个事件呢，是台湾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我想也是每个台湾人必须知道的台湾历史。那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档展览，让民众更了解屏东的多元历史跟台湾的文化。斯卡鲁的展览展到10月24日，虽然因为疫情无法度办上侪现场的活动来推广，不过伫9月11日这天，会伫屏东图书馆来办见面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东港的共和新村哦，在2018年登录正做历史建筑，也毋过国防部空军司令部认为范围上过宽，提出行政诉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最近判决屏东县政府败诉。目前县政府虽然无要上诉，也毋过文字诉就是启动暂停告诫程序，会来重新提出文字审议。东港的共和新村内底大部分旧厝已经拆了了，正做一块一块草埔。目前只干那村41间日本时代旧厝，因为2018年和县府登录是历史建筑，军方不服提出行政诉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最近判定审议过程有问题，另外公告保留范围嘛伤宽，判县府败诉。可能会把它再登录。我们虽然不认同啊，本来上诉了，可是后来想想，上诉意义不大啦，因为我们就赶快启动进入就好了。文字所表示，因会重新搁提出审议，不过对已经抗争真侪党的眷村住户来讲，因要争取生存权。虽然目前敢那20户有人住，有人的厝可能会气候拆掉。对我们住在这边的住民来讲，他基本上他的危机感并没有解除啊。你要保留眷村可以，你要把我的眷村的人跟真正活生生那个眷村的那种生活的样态保存下来。人是写文化的，不是土地跟这个房子在写文化的。眷村住户要不放弃，另外针对判决，空军司令部表示，41间历史建筑会保留，不是文字的范围会拢总拆除。若是县府佮提出文字审议，因嘛会尊重结果。记者邓家文、赖维泽、屏东报道。咱来看美国，因为疫情哦，劳动市场欠工真严重。最近嘛，产生一款新的行业，
会当做机器人的服务哦。这嘛是美国硅谷一个上新的产业服务，咱做伙来了解。机器手搁着电脑程式的指令，将废品一个算一个放入机箱内，未化铁免休困。生产线调向自动化发展，业者唔免阁开时间训练新人，也无需要找人轮班交接，省真侪时间。也唔过买一挂自动化设备真贵，伫美国试过，即马就新创公司用社提供机器人做照的服务。So what we do, we provide the automation that we use upfront cost to the manufacturers. We take all the design engineering. 中小企业想要用自动化机器来减少人事的支出。也不过因为对科技设备较无了解，伫即马有出租机器人公司替中小企业甲设备制造商对接，将两边的需求甲技术做出专属的设备。They didn't just come over here and drop off a robot and leave. You know, they set it up and they're going to be with us to help us along the way as we get used to it. And that's basically just their approach.做机器的安装、保养、到送落来维修，拢总包。一当经是算点钟的，或者是包价付钱给制造商。So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you should be able to pay for a robot like you pay for a worker. Instead of paying $500,000 all up front and taking 3 or 4 years to recoup the cost.一寡亲像是基本的零组件组装，或者是包装、做货、专业性较无关的工作，上适合使用机器人。独家开的公司会当降低初期的风险甲成本。For example, on the product that he's running right now, it's eliminated three operators 5 days a week. So Melvin runs 24 hours a day, all three shifts, and that replaced three full operators.AI 加机器时代要来呀，每一个行业拢爱做调整。虽然即马机器人会当取代人力的部分有限，大部分拢是同款动作，而且基础的工作内容，也是有真侪企业超前部署。It's very clear from the investment dollars that large companies are pouring into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that the time is right for technology, for robotics technology today.美国劳工部公布六月工作数创历史新高，到1000万。虽然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劳动市场依然是真欠工。对业者来讲，若是会当将部分的能力改做机器人，就能减轻负担。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咱再来看澳洲哦，澳洲有真侪女性袂晓骑脚踏车，堪培拉一个非营利组织咯，就专工设计一套免费的课程，来教这些女性来骑大轮车哦，学会晓了后，阁送因一台。爱因斯坦捌讲过，人生就敢若骑脚踏车，就一直向前，才能保持平衡袂跌落。严格卡索那无骑过，也无法度体会。有真侪来到澳洲的女性难民，像来自肯亚的瓦夫拉。自细汉拢唔捌骑过脚踏车，因老爸脚踏车也是未卡买，到54岁才有骑脚踏车。伊即马是非营利组织 Girls on Bikes 脚踏车老师。So happy that I'm able to teach people something I thought I could never do. Girls on Bikes 创办人费雪，伊当阵搬到坎培拉时阵，发现有真侪查某囡仔，因为成长的背景等原因，未晓骑脚踏车。伊家己本身就真爱骑脚踏车，就出来推广。当时学骑拢无算话。How difficult could it be to teach adults how to cycle? And it was really a learning curve at the start there. 对真侪学员来讲，学骑脚踏车是一礼拜内面真少会当为家己做代志的时间。You're really vulnerable. You feel out of control. So a lot of it really is about.Building confidence. It does stop you from trying to achieve it. Even when I think that I've got the balance, it's the fear that makes me fall. 马太在少年时阵无机会学骑脚踏车，我50岁才开始学，想要跟厝内人甲朋友做阵享受骑车的趣味。Friends that I've met after I've come to Australia, I know that they've all grown up riding, and so they're comfortable.So I just wanted to be part of it. Girls on Bikes 提供5礼拜免费的学习课程，自从2017年成立到即马，已经帮助过150位女性学晓骑脚踏车。第二课程结束了，甚至会当摕到一台社区馆的脚踏车，开始享受骑车的趣味。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
今仔日全台湾大部分的所在拢是晴云好天的天气，过到西半部，阁有东北部地区哦有雷公雨，中南部阁有各地山区哦部分所在会落大雨。明仔到拜四哦，各地嘛是拢是晴云好天，过到雷公雨是会落伫山区阁中南部合湾山区的所在哦。那么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高33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3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高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